约英国男友。Darling, what shall we have for supper? 约美国男友。Hi, sweetie, what are we gonna have for dinner? 约香港男友。BB, 我哋今晚食啲咩好啊？约天津男友。哎，倒霉孩子，咱们才吃嘛。想的什么哥哥来到了我的门前呢、大哥大什么哥呀、啊、你有没有公德心呢、啊、又吵又闹的今天我们不用睡觉了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滚开！网恋三年，我来见真人。那个小姐姐，你本人和照片差别有点大哈、啊。啊，来着急了。那个我给你 comes base 一下啊。卡啥 ？come 哪 ？comes base 不知道、啊。卡谁？往哪卡？哎，我给你整一下啊。Karma's a bitch。Oh well. Karma's a bitch. 你们知道吗？一个女孩子，无论你对她多好，她都不会理你。但是，你只要稍稍打扮一下，稍稍打扮一下，就能轻易的得到她，对吗？都说强扭的瓜不甜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在乎它甜不甜，我们只是想把它扭下来，扭下来我们就开心了。它爱甜不甜，不甜我们可以蘸酱吃，清口。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.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's an issue, but I'm okay. Hey.
都 popping， 耶耶耶耶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朝阳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，摩擦摩擦。在抖音这一块啊，我是最黄最傲的，谁敢惹我？谁敢惹我？我敢惹你！你再说一遍，我敢惹你！谁敢惹我俩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。王秘书，咱们公司口号是啥？你不要老让我对口号，口号我天天背。来呀来呀来一遍呐！企业想真好，踏踏实实搞，天天做报告，公司还好不了，好不了啊，好不了，好不了。哇，专程来烟台看抖音上非常火的爷爷，爷爷爷爷，你能帮我给男朋友挑个礼物，并且留个言吗 ？OK， the sun stands for day。The moon stands for night, your lover forever. Oh well, karma's a bitch.你才能爱我，要我唱几首歌。师傅，我坚持不住了。我心里只有个梦，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。这电影里帅气的超人，全家仗义，远走必。巴巴巴巴巴那那，巴巴巴巴巴那那。干啥呀？我妈不让我跟你玩儿，你走吧。我妈不让我跟你。很多的中国人喜欢模仿外国人说话的时候那种，声调不准的感觉。其实呢，你们不知道，如果我们认真起来，恐怕你们光听声音都分辨不出是哪里。欠了一个亿，哎呀妈，真有钱，一个亿呀、啊，这也就我给我姥爷上坟时候能见过。哎呀妈呀 ！Oh well，karma's a bitch。如果我十八岁，我可以牵着你的手，告诉你说我喜欢你。如果我二十八岁，我可以把你拥入怀中，告诉你我爱你。可是，今年只有五岁啊，还得上幼儿园呢。今夜太漫长，尽量顾洋洋。今人必哭也受花黄。我哎呦，
所有穿红色的旗袍，点一盏。你要我怎么做，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要我唱几首歌才能？让你微笑起来，勇敢起来，我不能你的爱，但坚持但更改。关键我这个人啊，就是聪明啊，我比诸葛亮都聪明。我不信呐。你不信，你把诸葛亮叫来，你把诸葛亮叫来，跟我比一比，你就叫来，你就叫来。叫来倒是够呛，我到时候能给你送过去。